神奇力，不思议。切斯特。夜里中，我飘零，我猛烈嗔恨，控制不住，情绪爆发，心力交瘁。我大力贪欲，五阴炽盛，躁动不安，难以自拔。智慧与烦恼，业力、习气的较量，时起时伏，难分胜负，情势焦灼。我穷尽思虑，搜索出所有的智慧，我使尽心力，使着种种降魔之法，但一次次的还是受着烦恼蛊惑，后知后觉力无法加进伏魔进程。神奇的是，为什么只要恩师的出现，一个信息，一段妙法，乃至梦里显现，即刻就能将我从业力中拔出，令我轻松自在，按规则而行。善知识，不思议。有了恩师，就有真实修行；有了恩师，修行才有动力；有了恩师，定能圆成一切。